中文系跟外文系结合在一起，就以为是比较文学了。事实上呢，我真的是我也参加，我好像第一次中外文学这个系合办这个演讲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是这个我来讲中国的山水诗，叶维莲想讲这个西方的，但是呢，他已经有一些比较文学的这个理论的训练了，所以呢，他讲的虽然是以西洋的为主，可是他也包含到这个就是普遍的一种这种比较文学的观念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很原始的这个比较方法，就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讲一个题目，那么外文系的讲一个，让他同时并行，然后大家自己去比较吧，就有一点这种味道。可是现在呢，我觉得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呢，已经在台湾的学界也落实了啊。不相信的话，你现在去看看这个中文系的博士论文呢，都是用外国的理论在那里解释的。那我的学生曾经写这个六朝的宫体诗里头的女性，她所用的是西方的，我想他们大概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嘛。她很替六朝那个时候的物化的女性很伤心，她是用这个中国的这个材料角色对象，可是呢，他用西洋的这种女性主义来解释啊。那我想，大概就是可以重新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论文的题目就比较会丰富起来吧。我讲这句话是有一点点讽刺的，你们都没有觉得讲六朝的女性物化的这种题目，用这个新进的从西洋进来的女性主义来解释。我很不会讲笑话，所以我的笑话都要加注解或者说明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经历过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中文系外文系有六个人，不止吧。那我们中文系呢，只有郑英博先生，我，还有叶庆炳先生。当然柯庆明呢，他虽然没有加入，他比较年轻，没有加入这里面，他是这个帮忙实际推动贡献很大的一个人。那这个是台大的这个比较文学，我觉得那个我们那个时候那样子的这个土生土长的，加一点外国的理论，把这个东西呢，现在也成熟了，落实在我们这个文坛学界里边。我那年被派去讲西方的悲剧文英雄文学，岳恒均讲中国的悲剧英雄，他讲了文天祥，大概我讲了很多 Hector 的什么Achilles 什么Virgil， 然后我回头一想，不对呀，我们两个讲的不，他讲他的不同的英雄啊，因为文天祥跟西方那个英雄确实是不太一样的。要说岳飞也许有点像，但是就后来觉得很可笑，但是当时觉得好了不起啊，我们能够把领域扩展到这么大。但是那个是1970年，将近30多年前，真的我觉得很了不起。那时候台湾没有英文书，没有外文书，外文书是倒印的。你们知道倒印吗？就是用照相板照了相印出来，不算钱啊，不给原作的钱，在这儿就卖。倒印很久，我们那时候都用倒印版。等到倒印版印了几本书以后，大家才看到西方的东西。1970年台湾还很落后呢。还很落后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讲那个比较文学真的是非常开风气的啊。你想一个西方的悲剧英雄跟中国悲剧英雄上来，一个文天祥对阿基里斯怎么不过那个时候真的好起劲儿，我们从台北一直坐火车到了中部，还到了南部
高兴得不得了。回来到了台中，有人送我们几盒太阳饼，还在车上大吃大乐，也很快乐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开天辟地的感觉。